恭喜肖战拿下2021年第20个代言。2021年相比较2020年来说，那可真是肖战代言的井喷年。在没有了去年的沉寂与无奈彷徨，今年的肖战火力全开，今年肖战的商业价值真的是飞入青云，直上云霄了。而在品牌性的带货排行榜中，肖战可谓是断层一般的存在，粉丝能打，自己能抗。于是越来越多的商家寻找代言人的天平开始向肖战倾斜，足够说明了肖战的价值。7月12日，肖战与真力时手表的合作已经官宣。早在6月30日预热时，那代表着肖战标志性的10:05，就是在告诉肖战粉丝，你们快来看，我掌握到财富密码了。的确，肖战早已成为了各大商家的财富密码。回趟重庆，吃了2碗重庆小面。于是时至今日，依旧有粉丝前去打卡。人家老板休息一天还得全网请假，手上带根红绳，全网的红绳都被粉丝们拿来编织，手环、虾、小兔子，直接掀起一阵手工风。非代言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肖战亲自代言呢？此次的真力时真算得上奢侈品了。肖战的代言鲜少有如此高价格的产品，之前多是吃喝等平价产品，故而争抢起来也是尤为困难。此次真力时的官宣，在商业价值上表示着肖战迈上了更高的台阶。